认识一个庙的这个住持，我那个学生呢，开车 OK 而已啦，不是宾士啦，好不好？有一次啊、哦，要出行，我还在这个庙里面当志工、欸，哎，还算还跟他蛮有接触性的，对吧？哎、欸，照理讲了，如果是我，如果这样子一个密切接触性，而出去要一起办什么事的，我一定会跟这个人坐同一部车嘛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不是。要出了这个庙的大门，这个有其他人嘛，开宾士邀请他坐，他就去坐宾士。但是我不是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如果刚好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一定我不会这么世故的，我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但是在红尘中，在社会大学里，的确了，千奇百怪的画面、境界，各式各样的，你没看过的，都是我们学习。否则你怎么样知道众生的苦？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众生在讲什么？你根本不知道在谈什么。你今天不知道神鬼，人家跟你讲鬼，你根本谈不，你没办法讲下去。谈神那跟别谈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是跟你讲，我在一对一咨询的时候，来找我的人，不见得都是人，人进来就在跟鬼谈。如果不是当年的学习，我怎么知道天高地厚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，我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员哦，就说天地何其大。事理何其多，怎么可以去分你喜欢你不喜欢的学，应该要都加以学习消化，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，这才是重点、哦、所以影响我 很深的人都是他的道德风范影响了我，大部分都是他的道德风范。所以我是看一个人的德、哦，你说这个高人他很有本事，我第一个先看他有没有德，因为他有本事，如果他没有德，他就会害人；他有本事，他有德，他就会救人。所以不是说他本事与否，是他有没有德吧？没有德，他这个本事闪远一点，快一点，免得他太有本事，你要把你也他擦一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评判人的一个基本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看人都是看他有没有德，所以也就应合了天地间他看这众生间的德性与否刚好吻合。但是我从应该这就是我本身，我从小也就是这样子的看法。那人有德，我特别喜欢亲近；善良，我特别喜欢亲近。那人没有德或者恐怖，有时候很奇怪，就很相斥，是这样子。哦、所以你说这个影响我深的有道德风范的人、哦、那你说有谁？很多，只是深浅而已。